喂，姐。啊，没干嘛。那你什么时候到？好，哦，一会儿过来接你。在签证。给我来个鸡蛋灌饼，可以啊，一个两个，一个，要不要加东西呢？加个那个里脊，好，加个里脊，加个里脊是5块钱，别的要不要加？有肉松、火腿肠都还有的，要不要加呢？肉松，不要葱，不要香菜，不要，好的，可以，肉松和里脊一共是6块钱一份啊。对。稍等一下，马上就好啊。小哥，请你。好的，一共6块钱啊，找你4块。你就这样空着手就来了？不然呢？没给我带吃的吗？等一下我们去菜场买点菜，中午姐给你做大餐。大餐？什么时候变大厨了你？再说我不给你做了。走。你也吃，吃点鱼。Thank you.
个地方真不错哎，你怎么没有带我来玩过啊？这边是刚开发的，都是些仿古建筑，再现老城南的风貌。哎，那边好多人在排队，好像在卖吃的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吃的有什么好看的？再往那边走走吧。哎，吃货。好吃吗？真好吃，我还想再吃一碗。还想再吃一碗？你饿死鬼投胎啊？中午没吃饱？中午不都让你吃光了吗？啊，好吧。家里怎么样？牙好吗？嗯，好的很呢。那我爸了？你爸也挺好的。姨夫来前让我给你带个话，说有时间回家看看。好，今天玩得开心吗？嗯，很开心。开心就好。待会儿吃完了，我再叫上一些朋友一起唱 K 去。好啊。好，去吃。我的心，我点亮我生命。